我能难道他们真的查到了军火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做什么呀？我这么做是为了你的清白，只有切断你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别人才无话可说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在为你的父亲做帮凶？我是在救你。救我？你救我的方式就是让我坐以待毙。 看，小朋友，叔叔，你要什么烟？哈德门两个。叔叔，您的烟。不用找了，回去数吧。谢谢叔叔。婉清，你要出去啊？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头疼的厉害，我去喝杯咖啡。 谢谢，给我一杯咖啡。好，请稍等。谭司令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去码头验验货。如果是军火，你亲眼所见，也不至于说我们动了手脚；如果不是军火，你放心，我们调查组一定会还你清白。这个不是六，嗯。 肯定是那个粗心的工人，瓜分了拍子。难道是他？进去，顾小姐。 好久不见，顾小姐，别拒人于千里之外啊！这个嘛，还真只有你能帮得了。婉清，不可能，难道他们真的查到了军火？